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Ultra-S3 地表最高 CP 值行车记录器。耶、yeah, ，大家好，我是柯P，我们今天要来用这一台，怎么了？三千 GT， 那引擎脚不是断了？来，这是其中的一节。哎、欸，那有断吗？引擎脚，你自己看一下我。哇塞！对，断成这样。对啊，本来是一体的啦。哎、欸，哇，登梯啊啦，快点不？断的这么，断这么彻底。可是我们一样会连好之后要加强一下，不要让它断了，可能再补个布啊，左右再补一下。嗯，不然时间久了，所以不能把那个地方焊死。为什么要焊？对，讲到重点。焊死不是焊死的问题，是我们本来去交料，哎、欸，没料，没货。有粉丝很热心，他在美国嘛，他是说他可以帮我们订料，然后帮我们带回来。我订了嘛，然后隔天他就传了个消息跟我说，没了。不好意思哦、喔，不是没了，是断货了。断货了，缺货，他不做了。断货了，你知道嗎？停产。没有断货了，像这个一样断货了，断货。引擎脚这个东西你一定要弄啊，不然这车不好移。啊、入档放开它咚这样撞，它会这样撞，引擎会动嘛，就会这样撞、撞撞，就觉得看起来很不舒服。传统的这种典故啊，嗯，对，我们今天用那个 CO2 来修。CO2 你有用过吗？这个是钣金后来都在用的，万一走的时候啊，乙缺、甲缺、乙缺、甲缺、乙缺、乙缺的是一扎在那修诶，哇，切割什么的，一扎弄我那在修完了。乙缺，你讲扇手，对啊，扇手的是乙缺啊。我挑战一下，看可不可以。你看，就是很简单嘛，它先固定住，啊，把它焊起来这样就可以了。这个就比较久了，阿鲁旺好像印象中了，我以前在做的时候已经有了，可是我们没有用过。阿鲁旺好像都是铁工做的比较多。阿鲁旺的国语是什么？哎、欸，阿鲁棒，我猜啊，我知道是阿鲁棒而已。啊，典故，典故就是一台七七嘎嘎，啊，就是铁钢哇，就铁钢嘛，这样夹掉，有个夹子夹着一条，那焊条嘛，假设这破掉，我就烧起来这样，哇，这样烧起来。啊，这个，这个我马伯公盖要用的，应该是差不多意思吧？哎、欸，这个是不是会？我们看电视不是，我是看抖音什么的。嗯。假设这是一个缝隙，他们趴着这样啊，他们这个电可能就用。有吃电的那样，啪、把那个缝隙，哇！假设这个缝隙把它爬起来，啊，需要这个东西不需要，我们今天用的是用这个，那一台的机器就是按下去，它这只就跑出来，这只就是类似像焊条一样，会跑出来一只，跑出来一只，一烧把它烧掉，烧进去。电锅的是较传统的嘛，电锅，电锅应该是大家真的叫电锅啊。电锅国语叫什么？一个是负极加上去，加了之后是整间铁皮屋都是油了。然后只要这边放在铁皮屋，这边放在这里，我就把它焊在一起，就爬起来。那、这个要焊条嘛？对不对？要，这个是焊条的。焊条有分粗跟细啊。如果洞越大，可能焊条就要粗一点。这个是焊条啊。焊条其实这根夹在这里就过电了，就外面这里是一颗粉，里面是铁条。把这个铁就是把它焊上去这样。好，那我们去准备一下。以前的夹料，哎，有没有？到时候太长要剪掉，它就剪短一点啊。到时候这一个。去接我们的接触点，就是要把这个两只哇，这样用剪刀啪，这样啪，一直啪过来，一直按它的，一直出来。没试过，我们来挑战吧。好用，我们自己买一台好了，废铁就可以一直烧起来了。你要烧什么？随便，你要烧什么啊？四个弹簧啊，加一个铁片就可以当做椅子啊，做起来怎样怎样怎样也可以啊。哦，这一条管是接CO2，然后这个要接线，这个是接220的。啊，这个表头还要接线？有啊，因为这气体出来经过它之后，这边都会结冰。那你一结冰之后，气体没办法送过来这边，这就没办法使用。哦、所以它透过这一颗加热，加热，这个是加热用。对对对对对，加热然后跟控压。啊，这个要在哪里？这个我们都要调到5-10之间。5-10，9.5。是，哎、欸，对不对？哦，对，到此之间7.5，你就啥？没有，不能八吗？中的是7.5，我数学不是棒吧？没有，也要看哪、啊，比如说烧的东西啦，再去调强弱吧。修这需要戴那个护目镜吗？建议都要戴。建议都要戴。啊，这先用完怎么办？可以换了，现在有卖的。也算了，几卷的啊，足大卷的。哦，不是迄一支呢。无无无，几卷的，也算卷的。我先把它固定啊。夹住。对啊，这个设计就是安尼。假设我夹完咧，刚夹袂掉啊。嗯。哇。所以你要先修到位。夹。对啊，先把
别夹的地方先点起来啊。这是接地吗？我要测试喽。你不戴护目镜吗？看，我先点一下吧。蛮好玩的嘞。啊，手套？不用了，我要。护目镜啊，你不是叫护目镜？护目镜啊，不是手机啊。护目镜都是手机啦、啊。哦，真那个帅啊！你镜头变字哦，镜头也变字哦。哎咯，对啊对啊对啊，我要看它里面多黑，好黑哦。啊，不对，那是袋子。其实还好啦，就是浅浅一点啊。对啊，啊我看不起来，你也不知道我的相啊，我啥长条穿就好啊。你怎么跟我想的一样？对不对？奶奶，你身材跟我很像啊，都一样很帅啊，身高拍不出来啊，只要胖子一样就好了。圣帕斯，出门在外只有圣帕斯 Rich View， 打造舒适的行车体验。跟他鼓励棒晒了，这个以前烧这样会被师傅骂死。真的，我们要慢慢的加强一下。这个等一下这一段就要把它卡掉，我烧漂亮一点再来。跟他鼓励棒晒了。咦，我这一炸没烧过。哦哦哦！阿兰，我啥？领导一股加高，领导一股做大只啊！哈，一步一步一步，还是分一支一支点，无咱一步一步点。嘛是这大步的嘞，我再试快一点啊，因为点伤久了，哇，很大一坨，对，很大一坨。我是觉得等一下这边可能要稍微磨一下，这边破，这边各配一个，不然不能去嘞。还是要戴手套。对啊，啊你为什么不戴？叔叔有练过，手感不好。小朋友不要乱学习。以前我们都那时候在磨，不得行窟窿，觉得还好。啊，这衣服这样一看有没有？哎，真的破掉。还有在公司赞助的那感觉。我一年自装费少了大概5000万了。旁边有车子，卖两次的啷个去啊？所以我跑这一边。啊，人民接着加强嘛，这一块因为太薄了，万一没用，它多拉几次，怕又这边断了，断了之后这边也会一直做，折一折就断了。嗯，像这个磨磨刀就不用管它了，而且我们做完了，如果真的不优，我们下一队可能加强。只是要把这两根细的加强。对啊，我在烧是烧这样嘛，一圈，这边就烧这样烧起来，这边还可以加强，点个几点它就会受力就会更强。他们是靠人工下去用的。我以为你要脱裤子。没有了，把你的光剑拿出来。啊，切了灯嘛。假设等下确定 OK， 就是把它这样给它修好后，你说这样一圈，然后这边也焊起来，对啊，哎，你这样拉的话就是多一块，哇，我们还要做第二块，这块也要，帅，完美，跟原厂的一样，哦，人家用8.1耶，不是7.5，8.1啊，难怪不好烧，哎，弟嘛，那有加强不知道什么了，你看。他这个要删，不知道锁什么。之前可能火哥在跑那个拉力的时候锁那个支架，下护板的护灯。我告诉你啊，告诉你啊哈。
等一下是要喷漆，对啊，喷个黑色吧。主要是靠北生鲜呐，我们为什么要跑出来？因为车工那边的车都比较贵，我们刚喷掉，难得。还是没有，还是赔不起，赔不起啦。其实这个喷一下就可以了。照理讲，应该是上去应该是这样。二瑞 ，OK， 哎，可以，我到了。刚上去了嘛，刚刚这边引脚上去，这一只撑过来，锁紧，哦，这就好了。啊，这有三只，这边锁到引擎，这边固定，这样就脚了。如果有的话，多备个几只，我觉得是一只会断，应该以后也会断。好了，今天我们烧完了，好，今天烧的东西哈，我们的工具 CO2， 我第一次用哎，啊，如果烧的不好，不要紧，不要难调，我第一盖。刚刚鼓励棒晒了。好，在我们接的工具就是无人打。哎，这个啊，我在抹的时候，因为它这个没有拿掉，这是安全的，这一定没有人，不然它破了，它喷它会顺那个乱喷，假设这里会射到自己，是吧？那这样射出去，我现在泰山不会射到我。只要有电的、有在动的都很危险，都要注意安全。对啊，反正吹风机我就去去。啊，再来就是我们不管怎样，头盔什么都要戴，安全很重要。啊，这个是我们先代替啦，代替品就是先把它弄好，啊，我们再找一下材料再找。啊，因为他们在移车的时候啊，因为没有引擎脚，所以这样撞其实也蛮对他们来讲也不好移啦，已经少一只脚了。对，不行，我就赶快来烧一下。啊，不是说他们不会用，这个是说。就是干带在几卖够人用，那个你拢用诶。啊，再来就是车子还有一些小问题，一样会继续留着，可能把它弄好。因为怠速好像不稳，我记得我们这圈的时候不会，对不对？还蛮顺的，那是发动然后就开回来了嘛。然后你回来就开始喘。对，就喘了。好啊，喜欢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小铃铛哦。耶，成功，拜拜。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，Ultra-S3。地表最高 CP 值行车记录器圣帕斯，出门在外只有圣帕斯 Rich View， 打造舒适的行车体验。我刚一看呢、啊，我讲说，哎、欸，我怎么一只类似像传动我横向的啊，扭力梁那种，哎、欸，结果看，哎、欸，不是排气管，我以为是这样，对过来两管就好了。哎、后来发现不是，它这一个先来这一个排气管嘛，消音器，再出来一个跑到这里，对它一个。一根戳出来，先戳进来，好，里面可能做的，对，然后再绕出来，绕到这里来，还变对吧？双出，哇塞，四出呢？对啊，那这里分两个不是很好吗？这样过来两个不是很帅吗？可能我不知道，我想以前为了省成本，你如果这样要两颗，要两个铜，对，哦，或许是这样的，我猜的啦。看像他高，我看画面啊。我这个是乌手，做乌手的人就是手爱乌，无必下班爱穿黄较乌的。我以前下班你头家我爱穿高两年啊，高两年，干咩？头家，安回，头家我可以下班的嘛？哦，很认真，你可以下班的。哥教你一招，对，教你一招。